一生最近的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慈天必胜宫为人所提供的节目啊，人讲早起时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跟咱的多亲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咱若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机的朋友，咱再加空五感恩。今日头底信歌呢，咱来做安排吼，啊，一段非常好听的梵音。邀请咱的道亲啊，咱共同做来分享。听一段音乐，咱今麦来讲一挂，咱讲古早人讲的，啊，咱的朋友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淡地？在咱这个《玉皇普渡圣经》内底讲，地者，就是咧讲识时务啦，吼、哦，盖起求谦，观察想象，吼、哦，能辨是非，好善不倦，啊，乐天地命，啊，个爱人能行之啊，吼、哦，讲诸神何忧？为的是富，这就是吼、哦，咱咧讲淡地，什么叫做有地位的人？地价就是讲啊，咱知影识时务啦，知影识时务，古早人就讲啊，知影要知进退，啊，你人都唔知影要知进退，都未识时务啊，对不？啊，咱人啊，如果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较早人定讲的，啊，现在讲叫做盖欺，未使讲吼，啊，咱都比人较敖。啊！你气有较含慢呢，吼、哦！啊，咱的气力都比人较有，啊，就气有迄个较善良的，安尼袂使。所以讲，盖气爱求谦，谦就是谦让的意思。观察想象，啊，咱看这样代志哦，咱先观察了好，吼、哦，想，吼、哦，啊，对方立场想象就是讲，你伫观察的当中，你都爱
在那个所在呢，想象那个空间内底对换，那个观察入微，明辨是非。所以人家讲，人你若不要明辨是非哦，啊，你这种人就安尼哦，咱讲虽然是真巧啦，啊，不过吼冲动，啊，你辨是非的能力无够，啊，但是一支嘴真好讲，安尼凡事和你巧的代志，不一定吼会当解决。要会当解决，唔呐讲你会当安尼吼，辨才无解，能辨是非啦。像咱即马咧讲着讲吼，啊，调解委员会啦，要哪去调解？你嘛去观察呢，吼、哦，啊，袂使因为官所，啊，因为背景，吼、哦，啊，是讲啊，因为咱偏向某一个人，咱对印象较好，啊，咱就甲伊安怎判较安怎，较安怎，法官嘛是同款。做者法官要办人的生死，做者律师要讲吼。哦啊，咱讲辩护一个人的这个是甲非，吼、哦，要讲起来讲，有时咱去讲冤枉着好人，咱个叫《黄普陀圣经》内底讲地价，就是知影讲迄个时阵，吼、哦，讲地时色物啦，吼、哦，地时色物当下爱去分辨，分辨是非，啊，这办事有时啊，咱讲有钱办生，无钱办死啦，吼、哦，所以咱即马来讲法令法律。哎，咱即马世间人无啥会想要去甲依靠，是因为哦，咱讲旁门太多了吼，官说也很多啊。因为咱的名声地位，所以咱的囡仔是谁也猖狂。而且这个社会做唔到代志，有啥咱囡仔是谁，伊会真哩猖狂。开好车去外口弄到人，佫袂敢回事嘞，因为咱兜老子有钱，啊，咱兜有钱啊，所以讲咱都袂讲去低声下气去家己安怎。家己想家己的唔对，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啊！你用钱解决的问题，愈甲解决的代志，愈烦愈大条。咱若讲细汉唔对是非，你不甲讲我清楚，即富二代、富三代吼，咱讲伫这个社会啦吼，咱讲好车吼，啊，贵的这个年纪吼，啊，晒晒出去吼，不管讲是保时捷、法拉利啦，有诶无这個，你若搁加一个零售咧，搁再家己行为无检点咧，咱今仔日吼。老爸老母给咱指引，阿公阿妈给咱指引，这个所讲白，人讲白讲，白讲无用，有这么多给你的，你唔知人个修复，这个人顶无智慧，你提钱啊来犯罪啦，吼、哦、啊，损家己的道德，用爸母的钱，辛苦赚的钱，用阿公阿妈累积欠欠积积的钱，你去甲做唔对，因为恁的公阿妈会蒙羞。刷落去后壁哩，那福报用完啊，会过不落来啊。所以咱较早定咧讲吼，咱要知影天时人和，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吼、哦。要知影咱家己的能力吼、哦，咱无要梦想贪求，无应该去追求的事物。那是讲每一个人是因为贪念一生，啊欺骗咱家己的良心，嘛欺骗别人。吼、哦、啊，咱知影今仔日讲立身之本，就是谦虚礼让。哦，嘛是讲有智慧的人对处事待人接物的多，你爱了解，你会当去观察，买当去分析，哎，唔再叫做智。人有头壳，无智无效，有智嘛爱有慧呢，爱智慧兼用，哦，智，人讲智足啦，智慧兼备。啊，咱欺骗了别人哦，啊，咱但是呢，咱袂当欺骗咱家己的良心。咱就讲，我欺你一世啦，良心永远都拢伫咧。我今日若甲你欺骗，甲你摕到你吼、哦，得到无应该得咧，还是讲财产是安怎来的？你家己心知肚明。你可以吼、哦、欺瞒别人，但是欺不了你自己的良知。所以立身之本哦，伫咧谦虚礼让内底，有智慧的人，伊对处世待人接不之道，也当观察分析。吼、哦，以正事为正之见啦，吼、哦。是你接近，非你接替。这嘛是吼，咱的先生听安尼甲咱讲，有理甲无理，吼啊是道非道，是道接近，非道接替。正思维、正知、正见吼，这是真重要的。既然咱明辨是非啦吼，正甲邪咱拢了解，自然咱就会当明事理。哦，咱讲好学圣贤之道啦。后天发地，哦，会当好，人讲好生乐死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啊，咱若较有钱啦，吼，啊，就起码就做较会够，咱都还阁会当存一束啦，咱讲有淡薄啊，底底啊，
啊，就食下百姓的小有庙方庇护所在，咱有能力啊，咱要过来做一个啥，济困病危啦吼。所以讲，人来到这世间，要安贫乐道修咱自己吼，是无简单啦吼。较早人拢会安尼去讲了，这个颜回夫子呢，以道为乐，无忧忧患呐，虽贫如富，虽贱如贵，这是咧讲颜回。颜回吼，免用金头啦吼，伊敢若用伊的这个啥？哦，咱讲手啊，啊摕来做枕头，安尼嘛困到迄边，哦，啊食食个真简单，啊虽然伊真少火，哦，都几天啦吼，但是烟花，哦，伫咱这个孔子的这个文献内底，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啊，这大家拢知影，啊所以讲地位做人啦，地位嘛是咱地百姓内底为大贤之人会当去体悟，个人是道上界，哦，正正，咱定咧讲。人有正气，才会当上上界啦。啊，讲正气之神呢，伊会甲咱守护。啊，为着啥物工作为着？你若做人呢，有照道理咧行，有照德咧行，当然啦吼，上界神圣是为着是辅，会甲咱斗辅助啦，甲咱斗帮忙安尼。你讲是毋是呢？来，咱即个来跳一段圣歌。Bye.
咱即满咧吼，啊，甲咱修真路，咱定讲修真路，修真路内底吼，讲凡见闻离地者，觉地色，啊，就是咧讲啊，凡夫之地啦，吼，啊，咱若如果讲吼，知影这个俗体灵通达，这个世间事的这個，咱就讲哦，啊，这个人吼，地巧未歹，智慧未歹啊，未歹，叫做超地色，吼，啊，咱讲地色，也够一个超地色。所以人讲啊，地色混住，地色混住就是超地色，叫做地色混住。啊，咱人讲有地色，就是比别人一般较巧小快，叫做地色。吼、哦，啊，那超知识，就像咱咧讲讲知识分子，吼、哦，为学者的地色，吼、哦，啥物叫做学者？对世间魔术具有超凡的能力，就敢那物理啦，吼、哦，啊，伊买通。啊，咱今日吼对着这个吼、哦、物理，吼、哦，咱讲物理学家。科学家、电子、哦、啊，机械、天文、地理，这些朴素之类的，哦，这朴素之类的，你甲想，咱人，大家敢讲拢有当做朴素，无可能啊！啊，你讲做朴素的，伊敢会晓判断是非？做朴素的，伊的能量伫超智慧、超知识内底有超知识，他不一定有超智慧。所以有人讲啊，即那讲读个朴素啊，吼，啊，伊是一个研究者，是一个学家，伊有安尼做唔对代志。真系做唔到代志，伫咱人诶，即个吼，伫咱人内底讲啊，超知识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伊无一定讲有道德良知，伊敢若是巧伫个某部分诶发明，所以对即个物理啦、科学，伊真精通。但是对咱咧讲超知识，伊有法度伫即个超知识内底去运用到伊诶敖，像咱咧讲知识分子就是遮尼啊敖。啊，所以讲吼，咱诶道亲诶，咱去甲了解讲。这些分子不一定是正邪，伊拢分得清楚。所以人讲大圣大贤之地吼，是功德真体。了解讲宇宙啦、天地间的一切事理啦，而且无所不知吼、哦，所以叫做破寂妙智慧。伫这《华严经》内底有讲啊，讲一段这个经文咧谈论到这个智慧，讲一出有教生而盲者，啊，就是咧讲啥盲者啦，生而盲者。你讲咱的日头出来。会照光到这个世间嘛？但是呢，生落这个世间啊，伊都目睭都无看咧，吼、哦，伊目睭无看，啊，因为无这个眼色去看，所以伊未曾看到，所以伊无法度去了解，讲日头到底有偌光，吼、哦，日头到底有偌光。但是咱的智慧内底，如果那是讲日出有照生日，吼、哦，是一个盲者，就是盲者啦，吼、哦，他的眼睛看不到，因无缘故。哦、未曾能见嘛，无信则迷。好、哦，咱讲讲无信则迷啊、哦，无解。先来讲无解，因为无看到，你甲讲个安怎个描述啦？吼、哦，安怎去甲描述？描述讲这个太阳有多光，有多亮。但是日头的光，也是讲伊咧该晒有偌美，伊会流汗，这伊感受的，就叫感受感知。但是伊看未到啦，看未到。所以我日头有出来无？有。哦，是因为这里有热度，有烧度，所以这目睭无看的人，也讲哦，今日日头真美哦，哦真热，哦，今日日头无出来，是咱一般的人知影，哦乌阴，乌阴啊一个，吼、哦，咱讲盲者，伊知影乌阴无知啊，因为无日头甲晒，伊的温度无，啊，这盲者他就用他的感知，用伊的感知去感觉讲，哎，今日日落雨，吼、哦，啊个透风，吼、哦、啊，今日日个会寒。吼、哦，啊无日头，咱若是寒当中，若有日头在晒，咱若照耀日头晒，伊嘛还阁会温暖呐、啊。所以你讲，咱你讲人，吼、哦，因为伊无看到，伊用感知，感知就是他的智慧哦，感知就是他能知道，吼、哦。啊，你讲伊目睭出事都无看，啊，这种超知识的，有超知识的无看的人嘛，盲者有啊，也有。所以吼、哦。咱听讲舍命助我盲众生，就是咧讲着讲，咱人呐，如果用舍命，用舍命，你是超知识哦。伫这修真路内底，你甲咱比较，就是咧讲吼，目睭呢，吼、哦，若讲有遮尼济册，互咱看，
这么多吼，咱讲圣人在予咱学，啊，咱目睭呢，那如果讲知识，搁是瞎知识，唔是神知识的话，咱就敢那亲像啥？比一个吼，咱讲出世目睭无看，看袂到日头的光，唔过伊用感知去了解，迄、那个比因还搁较悲哀，就是讲瞎明自我，就敢那亲像吼无看的众生同款，无慧眼故。不见智慧一轮，就是在讲安尼。吼，你就解说讲，一日来譬如人的佛性啦，一咱日头来比如咱人的佛性，比咱人的这个吼自性。吼，咱若行吼啊做代志，咱讲做代志得行明心有见性，啊自性慧日，自性就敢那咱这个啥真光的日头，吼普照心地一片光明。啊，人啊在讲吼，啊阴气消殆。牛气的众生啦，虽然有两类目睭啦吼，啊我咱啊如果讲看到一个安尼，哦啊讲话都牛气，啊做代志啊嘛无明，哦牛气的众生呢，如有相干呢，但不识自心是佛啦。当然目睭金窟窟，但是嘛家己嘛唔知呀，家己嘛唔知呀就对，所以讲伊不识自心是佛，犹如盲目，有眼无珠同款。袂当去见到咱的自性啦，啊，所以讲伫无始以来啦，吼，哦，无始以来，咱这俗世造下，啥物叫做俗世造下？无所谓恶业，就干呐吼，啊，咱都目金的咧吼，啊，但是咱的心是已经是比青梅更加昏暗，因为话，咱来到这个世间俗世，你就会造下无所谓恶业，啊，你若讲无所谓恶业，使咱无缘见闻胜利大道，吼，即袂难悟，哦，啊，佫推下戒律。像那讲讨厌戒律，咱人哦，那讲到一个讲啊，你都讲哦，啊人都爱安怎爱安怎安怎做，伊个无爱人安怎，佮无爱人屈服，叫做讨厌戒律。吼、哦，啊，咱那讨厌戒律，吼、哦，行十恶不赦，心怀邪念的人，以恶为善，吼、哦，以非为师，啊，人讲胡作乱为啦。哦，今仔日咱讲啊，佛门嘛，佛门的败类。吼、哦，咱今仔日那佛门哪有败类？啊，咱讲什么款的所在当中有啦？吼、哦，咱啊，如果讲用这个欺诈良心啦，吼啊，照这个佛祖的名啦，照这个大道的名，就照什么为了要做好事的名，吼、哦，来讲欺骗，用这个名利，吼、哦，败德丧失天良，做奸犯科，危害善良的风气，这拢是邪命自我，人讲必受天谴啦，吼、哦，邪命自火。啊，既然是邪命自我，就跟咱咧比较讲，比迄个讲吼，咱讲。目睭的看到日头光，咱都知影，但是清明的看袂到，人用感受的，清明的颠倒比咱目光的较有感知啦，吼、哦，较会晓去了解。啊，咱目睭的若颠倒个胡作非为，十恶八邪，八邪的时阵吼，啊，个无爱学的时阵，啊，咱就比清明个较惨啊。所以咱祖师会甲咱讲哦，讲得了明了，吼、哦，悟之为定啦。吼、哦，一切求解脱的人，以心为定台。只要讲咱若要求解脱的人，爱用身躯甲当作是定台，啊，心甲当作是定跳。吼、哦，安尼咱这个戒行，吼、哦，就是敢那咱咧添油啦。吼、哦，咱的智慧会当明达，就敢那咱讲定慧光明正觉嘛，讲真正的觉定，照破一切无明痴暗。吼、哦，啊，那修道的人讲行修悟道了后，咱自性的心定伊就倒啊。自性的心定若倒，咱的色心如定台，心如定跳，戒行清净实证，安尼教化是义，哦，依法修行，哦，一心一德讲贯彻啦吼，如是为自性中心，咱的智慧就会源源不绝。所以咱母娘定甲咱讲，我大道生活不息，通达天地一切事理，无所不通，心无所住就是正定正觉。所以咱要断除机心三毒迷迷啦吼，无明烦恼，哎，要普照自心众生，会当得到解脱。咱就是安怎爱发愿啦吼，发愿对谁？哦，咱的道祖母娘发愿诸圣先进啦吼，会当安尼去学因的法，咱爱发愿。所以讲圣贤甲众生的分别就在迷甲悟当中啦。讲智慧甲知识的无同，哦，咱具足大知识之学者，一定是有大智慧啦。咱会当五道行者是大地，人讲大智若愚，允胜玄幻，温性显幻，如庸如牛啦吼。
所以伫咱修真路内底，到尾也咧讲啊，就讲行人者必有明是，吼、哦、明是非之心。你是一个行人者，必有明是非之心。吼、哦、啊，知是非而行人，所思即动。咱讲动就行，得当。咱定咧讲适当就爱行啦。吼、哦，啊你若讲是对的，就是动嘛。吼、哦，不动不当者就是不对。所以言不低是非正邪之分的行人者，所思必不动，不动就无智慧。啊，所谓的动者，就是合一理。得当者，所谓的当者，就是讲合一理者，合宜之宜嘛，适当。所以修真路，你甲咱明示讲吼，修真路是咱哦，咱讲离心做啦吼，内底这修真路内底几篇，讲明示布施要安怎去合宜。譬如讲，咱当今有足侪宗教团体啦，即倡导放生功德啦吼，啊，倡导这个放生功德，咱讲本来就是生嘛，那就要咱去给放生。咱本来只要着归伫个怎天顶啦，吼、哦，啊，咱这水下、鱼下水做这物件，就咱咧讲菇啦吼，啊，咱咧讲讲掠迄个啥，什么水蛙来放生啦吼，咱为着爱功德，咱去干扰着啥，干扰着因的栖息地，咱本来因就生。本来就生，咱遐就去放生，唔免嘛吼。啊，咱去放生是咧放啥？放咱家己执着，咱爱要爱功德。所以咱讲吼，当今作者吼教团啊，咧倡导吼放生功德啦、啊，当然放生意义吼、哦、是爱惜生物之心。啊，既然是爱惜生物之心呢，但是咱袂使讲啊无明白放生的真义，啊无智慧的布施，反倒顶来哦，咱定讲啊变成了杀生。咱行善的信众吼，啊，枉费了金钱。如果咱是行善的信众，去枉费了金钱，还佫做了杀业、杀害生灵的罪过，啊，这罪甚么人要担？吼、哦，这罪这业将甚么担？当然是由这个领导主持啦，吼、哦，承担足大的主罪。啊，信众伊唔捌啦，伊参与了这个嘛叫做穷业啊，啊，所以讲不合宜、不智慧的放生行为，咱嘛是爱小夸呐，小夸。了解一下吼，所以讲人的智慧并非来自于研究伟大学说啦，是来自于对平凡事物的观察。所以咱今日咧讲到这修真路内底，你甲咱讲，咱人的智慧，唔是讲哦爱研究啦，册爱读外关，哦，还是讲爱研究道学，安怎研究伟大这所谓学说，安怎研究，是爱对这个平凡事小块代志，这你就爱先去甲，先去甲看，吼、哦，来自于对平凡事物的观察。观察入微，迄、那个观察足重要。有智慧的人是对这个周围处乐，吼、哦，无智慧的人是希望别人互咱快乐。啊，所以讲吼、哦，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从周围起乐？没有智慧的人是希望人家给他快乐。有智慧的人，伊是伫这个周围内底面，伊去研究这个平凡事的观察，观察了后，伊知影安怎做，哎，伊就会感觉安怎？唔免讲做个安怎，你感觉讲做对，啊，你又感觉呢很快乐。所以你会去观察事物，哦、你会从平凡中得到快乐，你讲是不是呢？来，咱听一段非常好听的献歌。
今仔所收听这段三花主流讲圣文，南波娘常常在甲咱教，阿妈常常在甲咱传教，啊，过来就是讲启示啊，传教启示。所以这段三花主流，咱就有人咧问讲啊，梅香师姐，什么叫做三花？伊那拜王母啦，吼，啊拜观音佛庙。啊，个其中一尊九天母，安尼嘛叫做三花主庙。啊，你啊拜王母啦，拜地庙啦，个拜九天，安尼嘛是算吼、哦、三花。吼、哦、啊，今日今日咱讲三尊母娘，吼、哦、啊，拢伫咱兜，安尼讲啊拜三花就是啊，观世音菩萨嘛会使佛庙，吼、哦、啊，咱讲地庙雷山母嘛会使，吼、哦、王庙雷山母九天母嘛会使，这个嘛算是三花主庙啦吼。哦所以讲三花主庙降圣师，咱的母娘讲生命中啦，讲来来去去，老来拢不是原来你啦吼，因为吼咱伫这生命中拢是安尼，扔扔捡捡剩下的才是吼，咱定咧讲，要个唔是咱想要爱，生命中咧进进退退，保存咧嘛唔是咱最初，什么叫做最初？咱定咧讲最初是啥？当初，哦，啊，有人讲面目全非啊啦，吼，啊是面目全非，啊，以前拢未当还原的啦，吼，啊，咱刚才拄到的代志，未当还原是安怎未当还原？有好有歹啊，好的时阵你嘛个留未到迄个时阵，迄、那个当下，你做拄到迄个好，迄、那个歹，你嘛无法度个还原，讲以前啊到底有偌苦哦，拢是过去事，过去事，所以讲生命中的来来去去，留落来，拢唔是原来。唔是原来迄个样，然后它会变化。春呢，嘛唔是咱想要爱的。啊，所以伫咱生命中内底进进退退，进进退退，保存的拢唔是咱当初迄个印象，唔是咱当初的印象。总是有足侪期待啦，但是咧伫期待中，咱嘛定咧失望。有真侪梦想，咱嘛是定定咧落空啦吼。所以总是有真侪不平，咱嘛有真侪无奈。但是有真侪言语呢吼，是无法度讲。用讲的，你就会当理会。你要向别人诉苦，别人不一定能够担受你的、哦、分享你的一切好跟坏。别人拢是啥，伫边啊听，哦，加减啊，甲咱开破安尼尔。所以咱希望莫想多，较袂容易失望啦吼。啊，咱若计较嘛想多，人嘛较免遐忝啦吼。咱想要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咱就是爱保持一个啥。保持一个吼，咱讲真诚啦，对待人事物，咱想要吼帮助一挂善友啦，更上一层楼，咱嘛爱拄好有咱的力量，因缘都有聚焦，所以咱心怀感恩、乐观向上，安尼就好。吼、哦，咱那如果讲强求，有时阵呐讲强求不属于你的，古早人定讲讲江板的规矩袂定啦吼，所以梅香前刚有捌讲过，讲铁乌人的病。三分情七分骗，讲地老天荒只不过是从来没见过的神话啦吼。但是呢，有时阵吼，咱依然会去执着，咱依然会赶快会去坚持。诶，咱未讲安尼决定坚持是对的啊，唔对的，总是咱拢会。生命中呢，有真济无属于咱的，但是咱嘛挽留未掉的。啊，既然挽留不了，该忘的也要给它忘掉，该留的记忆。吼、哦，该不该留？吼、哦，虾米人啦、啊？吼、哦，伫你的心肝内底物件，伫你家己本身的福报，所有一切做做，拢无人甲你载走，嘛无人我都替你分享。所以生命中该做的还是会做，该留的会留下。啊，咱讲吼、哦，不管讲是选择也好啦，还是遗忘也好啦，放手也好啦，吼、哦，还是想开也好啦，拢总好啦。咱来珍惜今啊，一直拢陪伴咱身躯边，为咱付出的人。这呢，就是咱上重要的做人原则啦。你讲是不是呢？来，咱来听一段《海上如虹》。
咱现在所收听一段妈祖，可以说是很好听。人说啊，三月妈祖我上老热啦，一世界都去进香啦，再来聊聊妈祖生也差不多就要到了，所以人说妈祖三月二三妈祖生，有人说啊，三月二三小妈祖，人说比较难听，有那古早人说风妈祖，但是呢，妈祖的这个文化在咱现在这个人间可以说是很多人对着这个妈祖，我们会让妈祖婆给我们感动到，是我们因为妈祖婆让我们在拜这个信仰里面妈祖林面娘的故事跟她的神威显赫，泛爱众生慈悲，像我们慈天必生公，我们三月二三我们的妈祖也同样祝寿一定爱的嘛，所以说妈祖生是我们三月的上上界大的祭典，过来就是拢北极玄天上帝三月初三，吼，这个大家拢知影嘛，吼。啊，所以讲伫尾后吼，大家拢啊头前哦啊，不管讲是吼，咱讲祝寿过神仙啦，拢总是伫咧殿中吼，啊伫咧祭祀吼，啊咱讲祭祀神仙，伊有伊个啥，伊有伊个神威，啊有伊个显赫个这个素质，这一定。啊，咱如果讲吼，啊咱拜的是主神是啥物神，吼，啊咱就。用这个主神的礼台、哦、去给他做这个祝寿、啊、我们敬心上重要，你说是不是呢？我们现在、哦、来说一个、哦、我们说比较趣味的啦、哦啊、但是、哦、让我们呢听到自己也感觉非常有道理，很励志的。为什么说很励志？因为、哦、我们说以前的故事现在在说都全说到这个善良人，为什么全说到这个善良人？因为善良人、哦哎、本身伊有这个吼、哦、机会是安怎来创造来吼、哦？那机会是从创造来的，所以咱今日要甲讲，这个少年人因为家境贫寒吼、哦、啊，啥无法度读册呢？啊，无法度读册，爱到吼已经休困伫厝诶，伫照顾到这个吼、哦、身体较无好的这个四大人。有一天呢吼、哦，有一天伊就去这个路诶行，啊行行行，专心伫看路，诶。去捡了一个铜钱呐，好捡了一个铜钱。啊，这个铜钱呢，吼、哦、啊，伊安尼提咧，吼、哦、啊，行过这个花园过，啊，看到这个吼、哦，人咧整理花，这个花园的这个员工了，对啊，一个工人底下，伊用这个铜钱呢去买一杯茶啦，去送哦，这个啥，这整理花，哦，啊，这整理花呢，啊，底下咧嘴大也有看咧，啊，拄到这个少年人捡了这个铜钱，我这捡到的。这也不是我的，哦，不是我的物件，啊，我要哪会使讲吼，去甲爱，啊，我搁去甲爱，要哪会使？所以讲，我甲捡起来，我规日甲做好事，做好事，吼、哦，啊，做好事的时阵吼，人伊当然啦，伊看到我都会当做的，就是安尼尔，就我捡到这，人讲一个铜钱啊，一个铜钱啊，我会当买的物件，啊，就是干这杯凉水呢，我就用这杯凉水吼，啊，看这个人伫遐呢。做工过后，日头晒干呢，啊，我就归去啊吼，甲买一个凉水来喝啉。啊，即马即个吼，伫遐咧整理花吼，啊，看到这少年人啊，真欢喜啊，摕一杯茶来吼，啊，喝伊啉呢。哦，啊，介无是无使，爱送一杯水咧。啊，伊讲我都无温不甘受落咧吼。啊，你既然送我一杯水，啊，无安尼啦，啊，我就送你啥一束花啦。啊，路过这个吼，这个市集的时阵吼。伊就甲这个花呢送我一个吼，哦，看到迄个花，哎，迄个工人教伊的花足青的呀，啊，佫足水的。啊，伊即马提伊树枝去的时阵吼，啊，去洗一脸啊，看到一个吼，哎、欸，看到伊的花就挖来呢，哇，你这花伫对街还是伫对尾？啊，哪会遮尔啊水？啊，即马这少年人就讲，哦，这吼、個，啊，这都较早，哦，拄当啊较早，我拄好透早的时阵吼，啊，为个花园过人拄好咧整理花。吼、哦，阿姨拄好家己说要送我，阿、啊、你有介意呢？伊讲有啊有啊，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这蕊这个花吼、哦，你唔忙白白送我，你嘛是真辛苦呢。我用八铜钱甲你买啦。啊，所以讲吼，捡一个铜钱去买一杯啊凉水去送我这个，人讲真花啦，啊这真花看到讲啊，伊这好心呢，摕一杯茶来给指甲，给指嘴干呢，啊不如啦，我就加一挂花送你。啊，这个花摕去市啊呢，看讲哦，啊，看有人介意的无吼？无咱到散屁屁，这花摕当插，迄就改讲门当不户对嘞。咱头也无花干，对无？啊，咱到就改讲哦，这边烫一边，啊，插
插这个花嘛无啥物意义啦，所以就摕这个花呢去饲鸡啊，洗洗洗，啊拄到一个爱花的人，甲看到，甲讲哦，少年的你这花真水，安尼来，我八担钱给你啦，吼、哦，啊，这花就怎爱，你哪像卖我安尼啦，啊，即马这少年人呢真欢喜。哦，摕到这八担钱，我一天呢，吼、哦，到狂风过后的时阵哦，这果子园呢，到处呢，拢总是安喏，吹落来这树枝摆休。啊，这个少年人呢，对着这个哦，园丁就甲伊讲来讲哦，我甲你斗三工啦，哦、我甲你斗三工，甲你变扫，吼、哦，啊，这所有登落来这吼、哦，这茶，吼、哦，啊，我才摕登来做气味茶呢。啊，这个园丁就真欢喜啊，讲会使啊，会使啊。这茶吼、哦，你也使提等，你也使提等，一定要斗精力。啊，本来是吼、哦，咱讲手无寸铁的人，啊，厝也无田呐。啊，看人咧精力迄、那个吼、哦，手机咧，哎、哦、呀，手机就甲提来利用。哦，啊，年轻人咧吼、哦，去捡到这茶花的时阵吼、哦，附近呢都有一阵吼、哦，少年人伫遐咧抢糖啊，伫遐闹别扭啊。啊，这少年人就用这八担钱咧吼、哦，啊，买一个糖果去分哦，这囡仔。啊，教育这囡仔讲吼，啊，莫为着食，啊，大家都要冤家，吼、哦，啊，咱爱安尼团结，啊，我今麦只吼，人给我八担钱呢，我来买贵啊糖啊，吼，啊，恁大家分分食食，啊，和解哦，未使阁冤家哦，啊，今麦只囡仔真欢喜，来分哦，这囡仔教育这囡仔爱团结，啊，这囡仔呢，看到伊一个人吼，底下咧捡这个啥，底下捡遐柴火，啊，就大家吼、哦，认真个斗三工，认真个斗三工就对啦，我咱讲。迄八担钱是花，哎，本来也唔是迄钱啊，对一个担钱捡，甲八担钱去谈这个囡仔熟识，买糖啊给因食，啊，这个囡仔改斗三工，哦，去甲捡这茶花，哎，啊，这个茶花才愈捡愈济呢，伊敢咧用八担钱啊去买吼、哦，人讲广结善缘就有力量了，啊，甲这个囡仔，吼、哦，讲给这个囡仔吼，安、哦、尼大家拢袂冤家，这个囡仔才反倒转啊，你甲斗捡茶就对。啊！这少年人当准备这茶会要邀登厝的时阵吼，经过来一个吼啊，当讲大户人家在讲做厨房的啦吼啊，在欠这个茶会。啊，这厨工就甲讲啊，伊讲你这茶会真好哦，烧骨未冒烟的吼。安尼啦，我跟你讲，阮厝头家吼，伊有气喘病的上惊烟。啊，无安尼啦，你捡来这茶会吼，煮安尼拢总袂我啦。伊讲我这人送我卖你咁好，伊讲无要紧啊，这你也嘛爱用钢去换。所以讲，我用16个当钱，甲你换你这堆茶花，因登来厝。意思就讲吼，替这个主人去买茶花了。这个少年人摕到16个当钱呢，心想啦，我这么侪钱，会使做真侪善事啦。于是呢，伊就去安怎，做这16个当钱吼，啊去买一个迄个啥，买一个当茶的啦，吼、哦，买茶。哦，啊，就伫迄个所在呢，有迄个免费的茶咧，哦，爱就伫迄个所在来提供，哦，解决人一寡啉水的问题啦。哦，啊，即马一寡工人伫遐爱就去组织16个当钱去甲买一个茶汤啊，啊，用几粒啊茶米，哦，啊，甲兄兄咧，迄茶甲兄兄咧，啊，一大桶只大桶，啊，拄啊附近有500几个人伫遐咧割草，啊，这割草的工人呢，有时啊讲会嘴干嘛，啊，互因解决一寡嘴干的问题，500个工人。哦，啉到伊个茶了，每一工呢，拢该点头微笑，该竖起大拇指啊，该遐大举报啦。啊，讲哦，这个囡仔真正实在是无简单啦吼，施舍的心真有啊。这少年人吼、哦，真正是无简单啊，所以足侪人家学了。当时啊，讲无偌久，一个路过商人啦，伊嘛听落来啉伊个茶啦，伊就该讲啊，伊讲明仔载有一班吼、哦，比这搁较大阵。500几个挂草还无算啥，后边阁一帮吼、哦，这个吼、哦、买帮吼、哦，专门拢炸这个啥物件，滴要去卖。啊，有400几匹的马要为你只经过吼、哦，所以你要准备一挂，搁较济、搁较济、搁较济茶水。这个做生意人为遐过，可以请一杯茶啦，搁甲报一个吼、哦，咱讲后边还阁搁较大班呢，所以你要搁准备较济呢。啊，这少年人呢吼、哦，有只囡仔去甲斗三工，只啥斗三工。捡茶啦，啊！佫叫这囡仔讲，你去家斗困，啊！遐500几个工人边啊，遐所有杂草对无？杂草，拢家困，伊知影讲啊，等下要来遐马队吼，遐马嘛是爱喙干，也食水啊，啊人嘛爱啉茶啊，啊马嘛是爱有一罐粮草互伊啊，啊所以就吼，家这囡仔甲画画来，讲来，你去遐人遐工人伫遐割草，遐草幼幼的遐拢早
加吼啊，一辈一辈吼加看起来500捆的草来吃。第二天吼、哦、买堆的为遮经过，啊，所以你爱来加斗兄弟吼，啊来加斗三公啊，庄脚囡仔较早就无读册足济啦，永远无读册足济。但是吃到伊的糖啊了后，足愿意甲伊做朋友啊，足愿意甲斗三公。所以真正过冬工吼，照迄个人甲讲的呢，哇，买点400几斤来遐甲休卡。哦，看到少年人这草是这么油，顺便呐、啊、买草，吼、哦，或者再买只，啊，然后底下个啉一挂茶，啊底下吼，遐买帮在咧笑啊，讲啉碗茶，啊，咱嘛袂使讲吼，啊，拢总无表示了，对，人用个500捆的，伊这个草吼，和咱的买只，一家安尼巴嘟嘟买，过后后头休困，啊后草好食，啊后水好啉，啊这买帮会趁钱啊，讲完呢吼，伊、哦、就甲订一个啥？1000的当钱啊，1000的当钱啊，可以就对了。等于那像甲买草啊，甲啉茶的意思。几年啊后呢，这地方呢出一个远近知名这大富豪。这大富豪是啥？你知无？就是迄个囡啊，为捡一个当钱开始，啊去买一杯茶，互人煮喙干，啊人送一束花，佮捡到8当钱。互因地方遮个囡仔，甲分糖啊！互因，即地方遮囡仔就伊个助缘啊嘛。然后为啊，佮兄弟，互500几个人啉茶，啊，500几个人呢，即个草啊，再来互即个啥买食，啊，这是循环的哦，即善有循环，即个结好缘嘛是有循环哦。几年啊后呢，即地方呢，远近知名吼，诶，即个大好嘅人，就是即个捡到一颗当钱嘅囡仔。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简单？少年人成功不是偶然呢？因为具备了善根和慈悲的心。伊知影讲，咱得到的这一定爱付出嘛。我敢捡到这当钱，我一定爱付出。啊，所以讲吼，少年人呢，伊呢用着这个善根啊，甲慈悲心，吼、哦，明白爱付出，所以明白大地无人讲，大地不生无用之物嘛。所以明白伊成就一件代志，众生的力量就是不可估量。所以更加明白，要掌握机运的人才是成功事业的人。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梦想，但是一定要照安尼。人讲机缘在面头前啦，财富在咱的身边啦，咱定咧挨挨执着。讲机缘在面头前，啊，财富在咱身躯边啊。啊，唔过咧，咱却是抱怨财运不佳，有的人却是埋怨社会无公平。其实，咱真正看法的是啥？真正看法是讲先人后己，无我之心呐。看法就是讲吼，当下行，行这个实践的行动，就像这个囡仔，一块银捡了一块银啊，我都成为一个大富翁。伊是一个循环，善的循环，善的循环的力量，去互伊帮助伊，帮助甲互伊，我都安怎，我都成就呢，真正是足无简单的，无简单呢。来，诸天必成宫，咱的宫址是佛林观大悲乡三吉村中边16-52号。啊，咱平常时啊，咱的道亲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啊，都有事要请示啦，咱常咧讲的一句话，人讲无事天会就垮，有事天会就会啦吼。无事天下垮，哦，啊那是有事天下会，讲唔知要行去对去。啊，所以讲吼，咱。这边毕生讲呢，咱也是如果讲有需要服务啦吼，啊，咱讲问书、听书囡啊，就今麦等你发觉你也等派，啊，就无问袂使，啊，甲这个吼，咱讲运动甲处理你的囡仔较乖巧，伊就愿意排斥包去读书，啊，咱也是讲啊，家庭内底有波浪、有不平、混乱，就是表示幸福观啦吼，啊，是讲家庭事事一寡问题，啊，这个事业运动啦吼，咱下晡是2点半，咱有最少时间，欢迎爱道亲光临这边毕生讲。咱的宫址是伫桂林关大坪乡三吉村中陂16-52号，啊嘛感谢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的这个支持甲爱护，也相当感恩。咱利用这块无量时光来甲咱的道亲做回向，愿意今日所讲一切功德，回向所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欢喜，消冤解厄心清净，身体健康灾难除，家安如意事业顺，得志合众光明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蒙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切缘尽善因，今世慧开福缘缘，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无量慈悲，感恩无量无量感恩，
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